都幾唔知道我哋做咩。嗰個即係成日要去回應咧，就有種感覺要框，即係係咯，即係好似已經框住自己一定要有行動。然後嗰個行動好似一定要係一啲 ask 嘅嘢咯，即係我自己有種咁嘅感覺。跟住所以對於每次媽媽講完嘢啦，跟住然之後我就都要撈一撈，我到底要做啲乜嘢咧？當然有中間有幾次咧，我係比較真係想做嗰件事嘅，發自內心真係想做嘅。但係有好多時候我都係要諗一諗，然後要特登揾啲嘢出嚟做咯。即係我有種咁。你點解要特登揾？因為你覺得媽媽。找不到一些元素去，或者可能我會覺得就咁個問題好似唔係嘢咯，即係我唔知點解有種感覺俾自己，即係覺得就咁問條問題好似就唔夠咯，好似要有啲行動，即係嗰個行動我就好似覺得冇話得問問題咯，所以就有時就會停咗喺度嘅。咁但係對上即係琴日啦。我就冇刻意要做啲咩，然後我覺得我都係想提問嘅，係啊，即係啲嘢我都係想知，仲係好未知得多啲，其實我想知多啲去了解呢個媽媽咁樣。琴日就係呢個問題，因為我記得你有一排喺灣仔嗰陣時候你都會帶一啲幾樣嘢啊，有，但係我見你跟住嚟嘅之後幾次係冇，係啊。因為那些東西就是不啱咯，做做下你就發現覺得好像是form咯變咗。誒唔係噶，有一次咧，你咪打要即影即入相機。係啊。其實咧喺個過程度咧，係好見到嗰個媽媽嗰個人嘅性格。嗯。其實我又見到，即係喺個過程度。啊！見到佢係咪同你喺度影緊嘢咧？我睇到個媽媽同由佢影去到同你分享點解佢會影啦，跟住行嗰條路，佢個過馬路啦，即係入到我個毛巾啦。好似呢啲我會，咦？睇到媽媽好似另一面。又跟他自己想說的那件事是兩件事的樣子、嗯、我只想說的即是他由他一路畫了四幅畫去說他的故事、嗯、跟到你下去跟他做那件事的樣子、嗯、另一個面我覺得下了他的影像之後他是 rise 了即係嗰種 right 係因為佢好似，因為喺呢度嘅時候，佢就會好多嘢都唔知點嘅，即係唔知點樣面對個女嘅一啲唔開心嘅情緒或者點樣點樣。但係當然佢都有講話佢學禪繞話，即係佢話佢都有學一啲嘢，然後佢又話都要大自然係好嘅，即係佢都有講呢啲嘢。但係喺呢度嘅佢，可能我會覺得佢仲係有啲嘢。解得通咁樣，咁落到去嘅時候，我會覺得佢好似翻翻去佢應該有嘅 position 咁樣，即係有種咁嘅感覺。但係你見面都其實呢個過程咧，都係望住阿母個鏡頭。有啊，咁所以嗰種咁係跟住即係我就覺得佢嗰種唔係你同佢嘅對話。嗯。咁所以我咪覺得唔好咯。係啊。係啊，即係嗰個咪。是不是不好呢即其實可能都是流露了他另一面出來的即是原來他就是原來他性格就會有這一面要一種 present 的感覺但同時我就想那我的回應到底是要得到什麼即我就想這些東西想佢再 share 多啲，定係我 share 啲嘢俾佢？
之後就會諗呢啲嘢，所以有時就有少少跳嚟跳去嘅，我都即每次都跳嚟跳，有時就會係分享咗當下嘅大家嗰個感受，有時就玩，有時就玩啦，有時就想俾個擁抱佢，即或者聽完佢故事，好想即稱讚佢，即有唔同，但冇一個。我都幾雜亂咯，但係有冇諗過咧？其實你睇到自己嘅雜亂咧，就等於你頭先 share 嘅過程咧，佢比上話我想，即係隨你嘅感覺，係嘛？佢唔係比上一個研究，係比上你去想發現嘅一個 incentive 出發。咁係咪影響到你跟住嗰個 choice decision 啊？係嘛？咁你自己點去理解自己依種狀態？即係譬如。一種不定性，一種不是很肯定，這種不肯定是否平常在現經上要面對的自己呢？你覺得哪個狀態的你，你覺得是最 sharp 的， 是可以去令到這個研究裡面中間跟你更加貼近，還是說是因為媽媽的故事又忽然間令到你去上了另一個 layers， 又沒有回回到自己，究竟我應該怎樣理解對方呢？呢啲你點睇？又或者你有冇留意到阿燕呢種狀態上面去點 make 啲 decision？ 我會覺得好似你好多時都會俾媽媽帶咗佢，去到最尾，即係唔係全部嘅，唔係全部，但係大部分都會俾媽媽好似lead 翻。嗯，你噶嘛，即係好似琴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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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啦，我好明顯見到你跟佢傾的時候，我相信係都有你個狀態喺度，即係你自己困擾的嘢啦，你依家面對的問題啦，好容易會好似琴日咁樣俾佢就帶住咗佢走，係啦。而不是應該調翻轉噶嘛？我喺我個角度嚟，即係我自己覺得，可能呢樣嘢個拿捏位都唔係好，即係你唔係好點講，好堅定，係。去講講，開頭都知道自己想問咩嘅，即係都覺得因為佢有啲嘢 miss 咗，即係我所跟大家會啲人嚟。咁我有時問問下就係、是，不如佢咁樣同我講，因為我分享我自己啲嘢，可能我唔係想得到佢嘅 advice 咯，就只係但好多時都會俾佢誤會咗，係啦，佢好似。他會 suggest 一些、啊、你可以咁樣，咁你可以咁。係啊，所以我自己都要去思考，即係點樣去將啲嘢講得再，我唔想即係唔想演變咗係相輔導嘅過程，就唔想係我又俾人花錢，又俾人花錢，即係又唔係呢種關係咯。即係只係需要提出一啲問題，然後哦，即係佢醒係喎，醒起有啲嘢。原來可以咁樣講翻多啲，就係同意嘅嘢咁樣，咁就足夠啦。我又唔需要去話，其實你應該可以點樣，即係我又唔會咁。咁所以我都冇乜嘢嘅對我嚟講，即係但係我都會諗點樣可以避免進入咗最後即係嗰種狀態。我就會因為一去到佢俾嘅 final 咗，我就會咁應該點落去咧？就有種係咪要完？點樣繼續落去咧？咁樣嘅感覺，係都係有呢個傾向。所以我喺你同媽媽嘅回應，我就會見到你都有分享你啲嘢。啊，係啊，係啊，有一段時間，唔知點解
我係即係見到其實好多好多時啲媽媽咧同我年紀咧好近咧，啊係，跟住佢哋經歷嘅係啊好幾，佢哋經歷嘅嘢啦，做過嘅嘢啦，面對過嘅嘢啦，面對嗰啲問題啦，係有經歷，即係同我好似，但係即係一路聽佢嘅時候咧，我不其然係會諗翻我自己，我以前都係咁樣，我以前都係咁樣樣嘅，跟住我就會好容易啊，同埋我會每次我回應，我有段時間我係好即時睇下佢俾咗啲咩我。咁有段時間我就係預備咗，但我發覺，咦，我原來我自己個問題係我唔識得即時點樣俾翻反應。呢個我好弱，我知道，即時例如好似我唔係好識得對應當晚啦，有啲情緒嘅時候，我要去點樣去？剔佢呢樣嘢，跟住繼續，但係即係俾佢去翻我想做到嘅嘢咧咁樣。咁呢個可能係我街嘅問題，即係我個 technique 街嘅 technique， 我未有好難練得準嘅，我知道。咁有啲嘢係有幾個唔知嘅，我好想分享自己經驗啊。係啦，咁呢個係我之後，即係佢啊，佢都有同我講嘅，話有啲咁嘅傾向啲，我都覺自己係嘅，咁就變咗係啦，又係會有俾媽媽帶咗去佢嘅故事入邊，而唔係去翻我自己嘅本身嘅。咁有啲位，有啲位，我覺得我自己可以再攞得更加深入，或者再做得更加入啲。有啲我就完全真係可能我有啲位都冇，可能係因為我真係唔知點樣，即時諗唔到我有啲咩反應。呢樣嘢係我嘛？但係我唔知道我可以點樣將自己個反應回應得快啲咯。但我見你譬如帶住佢有一日有一個好後生嘅媽媽，即係好 energetic 嘅媽媽，你咪帶住佢摸周圍摸周圍摸啊嘛。啊！嗰日合咪合埋眼啊？係啊係啊係啊 ！OK OK。係啊。對我嚟講，嗰個係即係幾 work 嘅，即係嗰日帶住佢周圍摸。我覺得係點㗎？呢方面咯，我覺得可以再做好啲咯。而家再咁你個好係，我唔知道，因為我有時候都可能我覺得係我講説話嘅時候個階段。因為我對於我嚟講，我而家就係冇一個點，即係。但我又唔可以預先啊！我今次我要同呢個媽媽去做呢樣嘢，我係聽佢故事嘅時候，我係先會諗到啊，我可以同佢做呢樣嘢。但係當我聽完佢故事再去做嘅時候，嗰個時間我唔夠時間去，我去點樣去思維我個説話點樣去引導佢可以再接啲啦。我係呢樣嘢，我唔識得係好。很精準地去表達咯，所以我不知道這件事可以怎樣 去改善可以怎樣去 train 個反應和那個 guide， 我大概的方向有的，只是一些細緻位，所以你要清晰的，即譬如你對於要去到幾啲，你係清晰嘅。我想去到嘅效果，我有定嘅。但係往往當我落手做嘅時候咧，我知道係我自己啲表達嗰個
但係就令到媽媽好似去到呢個位置停咗啦。係啦，我點樣可以再帶佢去再跌啲咧？但係呢時候唔關你事喎，即係譬如琴日嗰個媽媽，我覺得我唔知啊，即係某啲時候都要佢願意咯，係，所以有啲情況都未必關我哋事嘅。咁譬如都要聽埋咯，即係都要聽埋佢。係啊，但係我就係唔知點樣，即係開住個頭啊，去中間，我點樣可以將個收尾，就算係大家未去到好，未去到嗰個位，我點樣可以將嗰個尷尬位可以？即係將嗰啲嘢都講到好似有啲意思。我又唔係一定，但係我硬係覺得自己好尷尬咯。係，可能呢個係我知我自己覺得尷尬。係，我又我真係冇嘅，我真係冇覺得係尷尬。係啦。我對我嚟講嗰啲唔係尷尬，同埋好得意啊！佢提咗一樣嘢就係，有幾個媽媽咧，我好想佢分享我嘅經歷。而原來咧，我個仔咧點解由細到大都咁喺學校見到周圍啲咩人行過一個人咁樣，或者係陣時嘅 hello， 佢都會將自己啲嘢分享俾人知。唔知啊，琴日姐姐跌咗落邊度啊？我琴日同姐姐去釣魚。我依一睇翻咧。原來呢樣嘢係 from 你，係啊，即係原來喺某一啲位，我好想將自己嘅嘢分享俾人嘅時候，但呢樣嘢我冇教我仔嘅喎，我冇特別教我仔，但係用呢樣嘢咧，係喺入邊我已經傳咗俾佢啦，而呢個變咗我仔喺學校見到任何。就算你街行過，或者啲鄰居行過，佢都會將佢近排呢個禮拜發生嘅事，好想去講俾人聽，即係好似人哋講咧，嗱，即係打開個草被俾人睇咁樣。原來我發覺，呢樣嘢原來我同我仔咁似嘅喎。我終於 find out 點解我仔咁勇於 share， 即係有啲嘢係。我初時我同我老公都唔，又唔似你，又唔似我咁樣，我都唔會咁樣打開，即係周圍問我，我依家唔係喎，原來似我咁樣，係啊，即係發覺原來啊，有啲嘢可以喺我仔度，即係佢好似我唔知係影子啊，還是係鏡啊，係啊，即係我係睇翻塊鏡啊，定係佢係我嘅影子？即我而家仲未影同埋個鏡係兩樣嘢嚟㗎嘛，但係我仍然係唔係好仔細咁分到影同鏡嘅分別係咩？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我都諗緊影同鏡，但係兩樣嘢係好唔同嘅，影模糊啲咯，影得個輪廓咯，但係鏡就清晰啲咯，即鏡都會睇到啲 detail 出嚟。樣係啦，如果唔係，我有幾次都係用同一模式，都係將自己經歷 share 媽媽咁樣嘅，係啦，我先至發現呢樣嘢。但我諗緊呢樣嘢，我又會唔會係適當嘅 share 係 OK， 即係都有啲時候。可能你 feel 到個媽媽未嗡嗡，同你咁樣突然間，你就覺得要講多少少自己嘅嘢，可能令佢同佢熟悉啲的啦。所以我上次我覺得我同 Candice 係呢個 sharing 係可以帶到嘅，即係呢個 sharing 係 OK 嘅，但係之後嚟到呢度呢幾個咧，有幾個係真係。講得太多了，係啦，即係去媽媽經咁樣，大家 share 媽媽教仔、湊仔心得咁樣，即係呢樣嘢係啦，即係事後我又之前亦都有提我嘅，佢提一提我完之後係喎，又真係呢樣嘢係同我仔好似喎咁樣，
咁但係呢樣嘢究竟係對於我嚟緊之後，我要點樣去做咧？即係我哋最後一個啦，最後下個禮拜，我又唔知道，因為每次個媽媽個故事係點樣，佢磁場係點樣，佢個取向係點樣，未知噶嘛，真係好即刻，好即時。最後都是回到去，即我們研究緊什麼，因為有時候都很容易呢，我就不知道那個 deep 到去到幾 deep， 即是 deep 的方向都有很多嘛，你想得到它什麼情感的 deep， 還是那種思想上的 deep， 它看通了某些東西，還是他可以跳出來看到，哦，原來我自己是這樣的，即定是這種這樣的所謂的高一點的層次，我不知道他高一點，總之是這樣，就是這樣，即我就會想到底是這個回應是做什麼呢，即如果真的有一種所謂的方向，那我就想，啊，是不是就是係啦，就係，是，應該就係不斷係 stick 翻嗰條研究題目咁樣去做嘅回應，所以有時就有啲嘢就係諗翻條研究題目，即係譬如生仔啊。我見到你有問自己個媽媽佢個獨處事，係啦係啦。我留意到你有好幾個媽媽，你都會問佢。係啊係啊，咁都關我嗰個研究題目事嘅。但係你覺得對於你嚟講？或者俾翻一啲有發現咯，有發現，但係對我嚟講，好似又未去到好 deep 咯，就係有個發現喺度。哦，但你覺得呢個你要去到嗰個 deep， 你應該係俾佢自己去慢慢，所以還是你覺得你要同媽媽再慢慢去揾，即係同你一起發現呢個。去到呢個地方，你覺得咩？我覺得冇得強求咯，好似即係好似有一次同一個，但我覺得可以以依家我哋適應，即係知道啲媽媽啦，可以去到點樣噶啦，係啊係啊，咁可以知道個媽媽可以點樣去點。係啊，所以我就 looking for 下一個見面咯，即係譬如可能舉例，我哋下一次同佢煮飯，咁我就會掌握到多啲嘢，我知道可能。我可以再循住邊個方向同佢建立一個深啲嘅討論或者傾談，即對我嚟講，好似呢個回應有少少係一個開端。咁但係嗰個開端到底可以去到幾啲，我就冇刻意去追。但係我有個感覺嘅，即可能如果佢可以打開到自己係最好，即 basic 係要。所以有時咪喺度揾其他嗰啲 material 嘗試想，好似 creative 啲咁去，跳出個框框去諗咁，即有時就諗唔到。係。身體我覺得幾好，即譬如你有好幾個媽媽都會同佢做一啲身體。當然啦，即係有啲媽媽佢慣喐啊嘛，咁佢都係我班緊，但係起碼係一個嘗試咯。係嘅。同埋你可能我感覺到你去都係感受緊佢，你用身體去感受緊佢。有冇幾個？係啊。咁而呢樣嘢，我喺側邊睇嘅時候，我又睇到多啲呢個媽媽嘅 quality 或者佢嘅性格。所以我就覺得身體都幾好，一些關於身體的回應，有時好像還某些時候還好過言語的，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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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可能真的我不懂得說話，所以我覺得肢體上是最直接的，最坦白的。
因為我見到有一次係咪你喺媽咪身上彈琴 ，Phoebe 係啦，咁佢係佢喺我身上，係啊，喺我身上，但係佢嗰個力度，佢力度係我感完全感受到，人哋都見到，係啊，咁所以咪會就咁嗰啲唔係講出嚟咯，啊係啊，即係咁就但係又會，因為講嘅可能佢會有收息或者係。係啊，身體係影響緊啲嘢。係啊，呢個我對依家我都好咩？好記得喎。所以咧，我喺呢度咧，我同我仔做過一樣嘢，我影低咗嘅，但我未放出嚟。我收咗好多好收收埋埋好多好多片，就係、是、咧我唔知道我應該俾你睇。就係、是、咧，我坐喺張凳，其實我初時咧係同我兩個侄女去玩嘅，喺我身行。都在我身上面行嘅時候，我見反而好暈。係佢喺我身上面游走曬。嗰次係咁啱，佢係佢哋三個，即係我兩個侄女喺度啦。咁我就見我侄女做啊，同我試呢樣嘢啦，我侄女好開心。係啊。跟住後屘我初時我仔唔係唔仔嘅，咁跟住我就揾咗我兩個侄女玩。係啦，玩跟住佢就啊，媽媽又想試啊，我好好，我其實我。主要係我係想佢同我做呢樣嘢，跟住我佢就喺湖邊行咯，係啦行咯。呢、這個我覺得我咁，我自己翻去有同我仔去做，同埋同我侄女去做，嗯，係都係因為 come from Phoebe 呢個喺我身上，即、就、係、是、我 feel 到佢個力度喺我身上面行，但係我覺得佢嗰個力度嗰個大魚。相比翻係由小朋友喺我身上面咧，係點樣樣咁樣？係啊，咁你有咩感受？即係個仔仔咁樣喺你身上跳，即係咁樣喐嚟喐去。好得意啊！我會 feel 到佢嗰種行每一步，即係啲手指嘅力度啦，點時喺佢度邊度，同埋佢中意。在個身體邊一個位置、我會發現是他喜好是即最在他在我身上面、他覺得他最有興趣最舒服在哪個位置、你有沒有整嗎我未啊我未而且有一次就是、我初時我整我不記得我有沒有 post 過短片我是諗住回應啊 ，Joyce， 咁我咧就去咗九龍城寨公園，係啊，同埋我屋企附近嘅蝴蝶山。咁我去九龍城寨公園咧，我係有目的嘅，我就喺度赤腳行喺一啲石啊上面嘅石過石石過石咁樣。咁咧，咁我叫我老公幫我拍完之後咧，我仔學我，係啦。但他不是學我石過石，他學我呢由下面，因為呢在龍城寨有一個呢就石山咁樣樣嘅，好高嘅，差不多二樓至三樓，但你是可以爬的。咁我就見到他第一次爬石，由我老公去帶他，我老公冇扶佢，只話俾佢聽嗱，你要點樣去？因為我老公是玩一啲，即係佢行入石山，佢已經去溪邊度玩啊。去弄即係野外嗰啲嘛，我老公係呢啲係熟悉嘅。咁跟住佢就同佢由下邊呢度爬上山，爬上去。咁嗰下咧，我喺下邊影咧，其實好驚。但我覺得我要俾佢去嘗試，同埋我唔驚佢有啲咩事，因為我老公一定會保佢。我老公唔要佢自己受傷，佢哋都會保佢。喺個過程，我見到我仔咧。是每一步咧，係原來佢可以好冷靜，好知道下一步自己要點樣爬，要點樣爬。即係我睇到原來哦，佢嗰時四歲嘅時候，原來佢係可以，佢平時好堅嘅嘛，佢可以冷靜到去睇住每一石每一嚿石，因為當佢爬得唔好嘅時候，佢真係喺上面跳。其實嗰個位係好唔 suppose 爬上，但佢爬上去。跟住我好少定係，我講話佢爬嘅時候係 O K， 至於到上到去嘅時候咧，咁佢有一個好長距離嘅，咁啊要落翻喺個樓梯度嘅。咁我老公落嘅時候，
佢驚，跟住拉尿。佢淨係喺嗰個位慢跌，佢驚喺上面跌落去啫。但係竟然喺呢一個過程上面，佢唔驚，佢唔驚，佢仲要喺爬完好高嘅時候之後，跟住佢喺上面仲望翻落嚟擺 pose 影相，即係佢唔驚由上面望下面嗰個高度感。但係佢到某一個位咧，原來佢一路喺度，點解佢會瀨尿就係、是、原來佢一路喺度控制住自己。去到某一刻啦，佢真係有一下驚啦，佢就失禁啦，就係瀨咗尿落去。之後見到原來咁細個嘅小朋友，第一次咁樣攀石係冇任何安全措施嘅，冇任何嘢，佢都可以去做到呢樣，而且係冷靜嘅過程。嗰段攀嘅都係兩分幾，差唔多三分鐘，因為係慢慢攀，慢慢攀，我影咗大大嗰啲。咁喺呢度啊，原來又幾得意喎！即係原來我仔模仿或見到我做呢樣嘢嘅時候，佢又好奇嘅時候咧，我又會影響咗我仔，跟住又會令到佢。即係我發覺，我拍咗啲片都未放出嚟。但我媽好中意跳舞，咁我就諗啊，其實咁搞笑，即係我又做好多 movement 啦，即係我嗰啲有時甚至乎可能有啲跳舞啦，咁但係從來都冇同個媽咪去交流，咁所以頭先你咁樣分享完，我就會喺度諗，我哋嘅媽媽啊，即係訪問嘅媽媽，會唔會其實佢哋可以同自己仔女去跳舞咧？即係會唔會係？又找到一些新的東西，但是這個是一個只是一個突然想到的東西，是的，因為他會不知道怎樣去緊張一個小朋友，因為小朋友都不想發生的事，還有會因為由頭到尾我們是都是跟媽媽接觸，而媽媽她的主動性有多少個自己個喜好，又同佢想唔想喐，係啦，又係一樣嘢。所以唔係唔可以，不過冇嘅。我覺得自己做咗先咯。係即係譬如好似你咁，你做咗先，咁可能你拍咗條片，可能俾媽媽睇到，佢突然間覺得誒幾有趣，可能佢。我想跟寶寶將一條片都俾咁多個啊，定係俾某幾個啊，定係俾我原本想俾嗰個？係啊，因為我又諗緊，如果真係將同一條片 send 曬俾咁多個，好似佢哋個 feedback 係點咧？但係我唔知喎，我仲未好清晰嘅。感覺好像每個都不同，好似個感覺上，即係可能佢睇完，我覺得冇樣。我睇完你同我仔住咯，咁樣我唔知道。但係我嚟到係咪嚟到呢度咧？都唔係，好似係唔記得。先至開始有寫低，即係慢慢講關於。但我發覺咧，原來我大部分嘅篇幅咧，都係關於佢第一幅畫。是啊，但是呢是即雖然很多時候都是很大概概括，我反而覺得之後的三幅畫呢只不過是一個 support 的第一幅畫，我不知道，我自己覺得，所以我很多時候我的取材都是由他的第一幅畫他給到我的東西是怎樣的，就好像例如最近的昨日阿 Cherry 嘅，佢講佢第一幅畫佢好明確講話，佢冇乜描述過佢青春期係點樣嘅，
冇噶，佢都話佢好好少感受身體，講屋企係感受身體嘅。咁所以我就第一樣嘢，咦？你好少感受身體，咁我就從呢一樣嘢我影啊，我用呢樣嘢，跟住我就發覺佢之後嗰三幅畫，佢都係講佢身邊嘅事同人，唔係講自己嘅，係啦。咁我發覺原來我好多時，我再諗翻我喺灣仔嘅時候，我好多時我最深印象都係佢哋第一幅畫。係啦，咁而佢第一幅畫俾到我嘅嘢，就係、是、我影響到我去同佢哋做嘅嘢，同埋係嘅，可能我真係我自己嘅定位未係好清晰嘅定位喺邊，都即係當然頭先即係話咩選擇性人即係自己都有嘅。誒係係都而呢樣選擇性聆聽，唔知咧，即係有時就係會諗咗自己想研究嘅方向，咁就有啲會特別圈低咗某啲嘢重點嘅，即係佢即係可能之後睇翻我啲筆記嘅時候，我會再睇一次，然後圈低某啲重點，然後再去諗，再去分析咁。咁而我就。我覺得可能之後我會做一件事，就是真的再聽多次咯，即係條片有一兩個我係再聽翻一次的。我有都有同樣嘅，就係會諗翻係自己研究嘅題目咯。但我發覺原來我研究嘅題目係好概括啊。我研究即係我個題目係大概係上一代嘅教育。或者新教影響住媽媽點樣去教下一代，而媽媽有冇睇到自己有冇媽佢自己媽媽嘅影子，自己嘅孩子有冇佢有冇翻自己嘅影子，或者佢哋嘅教法有咩成全咗？但係我發覺好多原來係好唔同。即係阿媽會咁樣做嘅時候，原來落雨，自己嘅感受之後，佢唔會咁樣去教，因為自己經歷咗。我發覺係好多，起碼好大部分都係都唔同，係啦。咁但係呢個唔同令到佢改變，都係因為佢感受唔好，感受差。所以你那條題目有少少好似 assume 咗，唔係一定會成全，係有少少，係啊，有少少 assume 咗，係啦，即係好似一定要成全落去，定係話都又唔係一定要成全，即係係個反差，即係如果阿媽係會打嘅，好明顯阿媽唔打嘅，唔打自己仔嘅，即係婆婆打。阿媽嘅細佬，跟住阿媽係唔打嘅，或者會嘗試，即係啦，阿爸罰抄嘅，我唔會罰個女抄嘅，即係呢樣嘢咯，係啊，係啦，上一代會唔解釋佢嘅嬲法，但係我會解釋俾個女我嬲乜嘢，咁但係個女又吸收到幾多嘢，唔知噶嘛，因為呢、這個。即係吸收到啲嘢，都係靠呢個嚟講。咁我就諗緊，係咪我個題目太大咧，太概括咧？咁如果即係再問咧，如果研究到呢樣嘢之後，係下一步係咩啊？即係譬如，如果我研究到係嘅，可能就係佢上一代會打，咁下一代就唔打啦。係啦，咁譬如得到咁，我覺得其實係。反而變翻係睇到，如果你唔用唔打嘅方式，咁你同你嘅下一代個關係係點樣咧？而個女又喺你印象中，你覺得你個女俾咗啲咩 feedback 你？即係我見到係，如果我要學你話齋，即係你頭先個問題，下一步要點樣咧？就會睇翻，如果真係唔打啦，唔跟上一代啦。
係啦，唔打能，你又點樣去教個小朋友？而小朋友會俾翻啲咩 feedback 你咧？而你又剔咗小朋友乜嘢嘅 feedback 咧？咁而喺媽媽嘅角度睇，你覺得你小朋友俾咗啲幾多 feedback 你嘅時候，你又滿唔滿意？你收唔收貨咧？我就覺得唔 general， 即係如果即係再 further 咁樣問落去嘅時候，因為嗰個關係。但係呢個係咪真係小朋友個真正嘅感受咧？我明啦，哦，係啊，咁因為呢一個我哋係唔會接觸唔到，係啦，都係靠媽媽去。咁但係媽媽 get 到小朋友嘅係幾多成咧？都係靠呢個講嘅。